超级多的快递，在山姆买的牛排、布丁、椰子卷，特别好吃，咸蛋黄味的夏威夷果仁，然后买了一箱的安德利黑乌龙茶，其他的就是我的衣服啦。买了三得利的乌龙茶，还买了这个糖浆，我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饮料喝了，自己可以控制糖度甜度。这是我海淘的包裹，在 Farfetch 上买的，还有在 Sense 上买的。Hello， 现在是我的好物分享时刻。最近 Farfetch 和 Sense 在打折，然后我就买了很多衣服。第一个就是 Gani 家的基础款的白衬衫，我买的是这种大 V 领的，圆领的和 V 领的我都各入了一件，搭配他们家的毛衣都特别的好看，他们搭配很和谐。然后这里的这个 V 领就刚好可以把大娃娃领给露出来，就会显得很乖巧。这个白衬衫的版型特别好，是立体的，它的剪裁也很不错，会加上这种立体的这种线条，然后就会显得很修身。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马甲毛衣，最好要买大一码，因为你在外面搭配里面可以加衣服，摸起来的话是那种很舒服的材质，是一点都不扎。这个配色是粉蓝黄白，更加的温柔可爱。2022年新出的裙子，这个材质的话摸起来是很舒服的，鼓起来的泡泡布，整个肩部的裁剪的话就会像阿尼一贯有的那种泡泡袖，它没有那么明显，只是说它的肩会立挺。它的领子没有采用大的娃娃领，比较法式风格，有一点小 V 领的感觉，把你的锁骨显示出来，会有一定的露腹度。它这个裙子还有口袋。这款法式格纹娃娃裙是夏天的一个入场券哟，也是这种复古格子的，对你的包容度超级强，不挑人，完全不挑人，也不挑身材，穿上去都会显得很可爱、很活泼、很俏皮。面料也是立体有型，上身很舒服，夏天穿就算是长袖也不会觉得很闷热。我入的一件 Essentials 的卫衣，毛茸茸的，冬天穿应该会很暖和，很随性简约，出门随便套一个帽衫，逛超市、上学、上班都可以穿。还买了一件长袖，也是 Essentials， 稍微有一点高领，这一段冬天还可以在外面搭配外套。我身上这件也是买的 Gani 家，这里对比其他的短袖冷一点是中袖，可以把我粗的地方给遮住。它的配色还也是很夏天的，是这种淡蓝色，我很喜欢。以上就是我的购物分享啦。今天是中秋节，鸡牛鳕鱼南瓜味，都是大大的肉块。这是达菲的月饼。